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对于你来讲，生命到底是持续不断的挣扎还是享受呢？在你的内心里面是充满着埋怨还是喜悦的？人生其实是受制于命运，还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创造人生？有没有想过，你其实有能力改写你的生命，你可以活出一个完美的你，生活可以时刻充满爱和喜悦。现在诚邀各位和我们开始心灵对话。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心灵对话，我是 Carmen， 我是 Sams， 我是 Stan， Hello， 你们好。好啦，咁我哋今集就讲一讲啦，承接返上一集呢，我哋三个就讲完呢个意识创造实相喎。嗯。嗯，即係话我哋所有嘅遭遇就冇咁啱，係呀，亦都冇咁巧嘅，係我哋一手一脚自己搞出嚟嘅。嗯。咁但係大家有冇听过咩叫吸引力法则呢？有啊，嗯，一定有啦，我估系啊，坊间好流行系嘛 ，Secret 嗰本书嘛，因为其实啊，同意识创造实相就没两样嘅，只不过有另一个名堂起咗出嚟，同一样嘢嚟嘅，系啦，咁就方便更加仔细咁形容，即系嗰个当中嘅过程啦，系啦，当中嘅奥妙咧，系啊，点创造法呢？其实啊。即吸引力法则是不是真的需要看过学过才会在我们身上生效的呢？嗯嗯，我就觉得我看完那本书之后呢，嗯，我自己分析返呢，其实我哋不嬲都系做紧呢样嘢嘅，系啊，只不过我哋系唔知道原来有个法则喺度。睇、嗯、完本书之后咧，哦，原来有个法则嘅，系啦、啊，只系睇完就多个知字，系多个知字啦，系啦、啊。但系咧，Secret 其实喺坊间就好热门啊，嗯、应该系将吸引力法则呢样嘢推到好红啊，全因为呢本书，又因为佢曾经拍过电影啦，系啦、啊。但系我今日就。唔系讲秘密呢本书，系、嗯、啦，我就讲另一本。嗯、其实我未开股之前咧，其实初初我系有少少略嫌 Secret 讲得好表面嘅，即系冇深入去讲啊。其实我自己都实行唔到，系、嗯。但系如果系你话，即系如果系 for 一啲即系majority 啦，即系大部分嘅人对呢样嘢系唔认识嘅，系啊，咁佢系一个几好嘅入门书嚟，一定系啦，吓、啊，即系令到你对呢样嘢产生兴趣咯。系 啊， 啊，我自己都系睇呢本书而留意到，啊、咦，乜呢样嘢系存在嘅咩？系咁嘅咩？咁、啊、样吓，佢、啊啊、即系佢将吸引力法则广泛咁书推广佢出去啊，系啊，好犀利嘅呢一个力度系。咁、我知道佢依家接二连三出咗好几本书啦，其中有一本我叫《力量》啊，我睇到有一本，嗯、我自己冇买嚟睇嘅，系、嗯、啊，但系我知道佢里面系讲点样发挥出嚟咯。系，即系唔深入啲继续咁讲啦。我都唔知佢 total 有几多本啦，已经系出咗好多本啦，真系系啊，去到太多，好商业下啦，已经去到。咁点解我个人即系冇再继续买嚟睇咧？因为我就遇到另一本书，呢、本分书咧就叫做《比神更快乐》。咁英文咧叫做Happier Than God。咁我谂坊间唔系好流行嘅呢本书。系嘛？比与神对话嚟讲，就相对嚟讲可能冇咁流行啦。系啦系啦，咁我当日接触咗呢本书之后咧，其实唔系好厚噶咋、我谂 1.5cm 到噶咋。比起与神对话嗰啲字咧，系疏落好多噶，即系大家可以放心咁买嚟睇啊，系好易睇噶。但系其实佢讲吸引力法则系讲得非常非常非常之咁详尽嘅。我觉得如果买齐咁多本 Secret 系列嘅都好几百蚊呀。嗯。係啦，我买呢本书嘅时候只係93蚊啊，悭好多啊。一本顶佢几本啊。对一个穷人嚟讲。係啦，咁呢本书里面讲咩呢？咁我系咪因为睇嗰本书就讲俾大家听呢？唔系嘅。我是身体力行过的，是啦，有实力的，是啦是啦。咁我今日除了讲自己的实力呢，亦都会讲一个叫阿May的
人士咧个小姐啦吓，佢、就系睇 secret 去实行嘅，系、啦。咁我自己就系睇呢本嘅，所以我喺呢度讲就唔系高低之别咯，两本书系系啊，而系即系诶百花齐放啦，系啦、但系要做到嘅，我谂要好有毅力咯，系系啊，因为好多人都会质疑。你讲咁易咩？系、我想中六合彩，唔见我中呢、句系讲就好最常啊，系最常听到嘅。好啦，我哋今日就讲讲点解有啲人中，有啲人唔中咧？咁咁我自己上次都讲过啦，中亲都得600多蚊。我今日咧同阿 May 倾完之后，即系因为要攞佢啲详尽资料嚟到做呢集节目嘛，我先发觉自己对钱嘅观念原来有个漏洞啊！我阵间先至，吓阵间先至督爆自己。即系所以次次都系600多蚊啦。系啦。即系原来我对钱系一个好荒谬嘅谂法，我今日都讲咗俾阿 Sam 听噶，系啊， okay. 自己后期先发觉，系啦。咁、阿 Sam 对我哋今日嘅主题有咩发表呢？其实呢样嘢系咪即系啲人讲话信即有，不信就冇嗰、那个理论咯？其实系啊，系啊，系 啊, 啊，我哋中国人成日咁讲，系咯，即系成日遇到啲人就哦，你发生咗就话哦，你信咪有咯，你唔信咪冇咯咁。但我细个听呢个嘢，觉得同废话冇两样啊。即系咩叫做信即系有？而家咧，而家就唔会啦。而家唔觉得系同吸引力法则一样。系因为我以前唔知呢样嘢点运作啊嘛。佢、指某件事信即有，不信即无啊嘛。通常啲人通常讲呢句说话系你信个神咪有咯，唔信就系冇。咁冇理由噶，个神如果喺度就喺度噶啦。点解信又有，唔信又冇咧？我完全。领略唔到佢当中想带出个咩嘅 message 咯，好虚下成件事。系啊，即系譬如鬼魂都系噶，有你信咪有咯，唔信即系啲人拜黄大仙咯，你同黄大仙倾偈，咁啲人中咗咪觉得，哦，你信黄大仙，你咪觉得你咪中咗你要求嘅嘢咯，系咯。咁你唔信黄大仙，你去到系走去庙佢啊，唔系祈求佢啲嘢啊，咁可能你即系庙佢，即系黄大仙会歧视信徒嘅，即系。所以我细个听咪觉得荒谬咯。即我唔明白啊，唔明白当中嗰个理由、因为我哋通常可能都系喺一个物质世界里面生活。系啊。啊，即我哋系好物质嘅谂啲嘢。你冇谂啲咁虚嘅嘢。好。啊，你未了解之前，可能觉得哇，你讲乜嘢啊？究竟我都唔知道你讲乜。系啊，系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就详细咁讲呢个吸引力法则，其实系咪真系要学嘅咧？头先我哋讲紧呢样嘢啦，咁阿 Stan 就觉得唔系啦吓。咁我就讲讲呢本书嘅睇法啦吓。其实 Secret 嘅睇法都系一样。其实吸引力法则根本就唔使学，因为咧其实佢系一个宇宙运作嘅律法啊。系系啦，其实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哋都喺度运用紧呢一种律法，只不过我哋通常系。不经意咁样做咗咯，日日做都唔知，系啦。咁即系所谓我哋讲紧嘅不幸啊，吓黑仔啊，或者好运啊、好彩啊、际遇啊，其实呢啲唔系咁啱，唔系咁巧，唔系际遇吓，唔系天降横财，系个馅里面咧，其实系有原因嘅。只不过咧，平时我哋。是无意识地运用啊，是啦，依家我哋讲紧嘅就系，如果你对于现状系感觉唔自在嘅话，咁可以点样系有意识地去逆转，重新选择过你想要嘅嘢？咁大家就住系，你就住呢个说话，唔该你解释一次，你自己都讲到。要好慎重咁样讲出嚟，系啊，因为我麻烦你要解释一次，唔系我要睇下啲拍档有冇嘢想补充噶嘛？大家冇嘢要补充咧？因为其实我觉得系，我会将呢样嘢摆咗落去自己嘅一个信念同埋一个习惯嗰度。系啊，我依家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即系好难话好，即系你好好似哇咁好一只字一只字咁读晒出嚟，好好仔细咁，其实已经变咗系你生活嘅一个习惯。咁样嚟去运用个。相对嚟讲，好似头先我读得咁仔细，就因为冇写低啊，阴公。我系望住幅墙，然后回忆我个脑里面嘅仓库啊，所以我先咁慎重、啊。咁咧，我就会想讲一讲咧，其实咧，佢书里面就讲啦，生命本来就应该系非常之咁快乐嘅。你见佢书名好奇怪噶。比神仲要快乐，系啦。咁但系我哋好多人都会觉得唔系、我唔快乐、咁点解先咁？
咁佢就会讲啦，就系因为咧，源于我哋嘅信念啊，我哋时时刻刻咧都系持住一啲好恐惧嘅信念啊。咁一个恐惧嘅信念基础啊，我哋之前嗰几集都讲过啦，所以我哋个排序系有原因嘅，阵间就会一一打破啊。点解要由爱与恐惧开始啦，放下批判开始啦吓、就是、我哋时时刻对乜都恐惧啊。咁你假设我哋嘅信念系恐惧嘅话，好必然出现嘅副产品就系我哋嘅思想啦、语言甚至行为都系源于恐惧啦，唔使谂啦，系啦。咁如果我哋嗰个信念系咁嘅话，我哋即系话浑身散发紧嗰个能量场啊。点解叫吸引力法则呢？就好似一嚿磁铁咁、中国人都有啲说话噶嘛。物以类聚啊，近朱者赤、近墨就者黑啦。Two of a kind 啊，即系其实嗰、那个意思就系相同啦。就系你将自己幻化成一嚿点样嘅磁石，你就会吸引翻一啲点样嘅嘢翻嚟。系、啊，所以呢个只系最朗个点嚟嘅，系、你时时谂住自己系唔好彩嘅。唔好彩嘅嘢就将会降临喺你身上啦，因为本书讲咗一大重点就系你每一句说话、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感觉感受，都系代表住 who am I 嘅，系啦。所以我哋当时将 who am I 放喺第三集，宇宙系会成全你每一句说话。成全你每一个思想，同埋佢系唔会帮你分析边样嘢系好同埋唔系啊，佢唔理你适唔适合你先惨系，系啦，你要乜佢俾咩你咯，其实系有求必应添。系啊，我初初听到呢句说话听唔明噶，即系点啊？点样有求必应啊？我个成日好想要钱啊，咁点解又冇钱啊？你斋想咯，所以咪系啊。后屘我系用好多时间去同佢纠缠，都谂唔明噶嗰时。系啊，咁梗系要想噶啦，唔想点去付出，然后争取佢翻嚟咧？系啊，咁所以咪就系时时都要想，然后付出争取，然后唔够使咯。呢个就系我的信念啊嘛，所以咪佢继续用呢个模式出现咯。就系你要好努力、好辛苦、好争取，然后个答案都系唔够使噶。就系咧，总之时时刻刻咧，你嘅信念系点样运作紧呢，嗰啲嘢就自自然然俾你吸翻嚟啦，就好似一嚿磁铁吸翻同类型嘅翻嚟。我哋再仔细啲谂，可以系当红色嘅磁铁就吸红色嘅物件，黄色嘅磁铁就吸黄色嘅物件，就系咁。即系好似我觉得以前啲同事成日讲话，唉，今日即系当刻啊，咩由朝黑到晚，可能朝头早起身，茶食完洗完面，跟住我个 lift 出到嚟咁，呢个 lift 又走咗，落到去等巴士又等15分钟都未有巴士，跟住翻到楼下公司又迟到，又老细搵佢，咁即系一连串头头碰咗黑啊！呢啲就系头头碰咗黑啦，成日都听到噶呢啲，系啊，成日都呢啲即系唔系啲好特别嘅嘢嚟噶，就吸引力法则咯，系啦，我以前呢种即系喺呢个吸引力法则里面。打群龙啊，自己同自己打群龙，打咗好耐下噶，系啊。咁我依家就开始讲少少先，系啦。咁咧，通常咧，我哋一讲起咧求呢样嘢啊，头先我讲过啦，喺书中无论头先我讲嗰本书《比神更快乐》定系与神对话一二三啊，佢都系会讲你想就得噶啦。系宇宙就俾你噶啦，其实好好简单嘅。系啊，我初初谂咁顺，我想就得咯。但我实验咗一排嘅，初初睇完，点解想极都冇嘅？想极都仲喺度想嘅咧？咁啊，睇后啲，睇后啲，原来自己插咗个陷阱嗰度嘅。原来佢话想系冇噶，咁我唔明啦。你初初又话想系有，系咯？后啲嗰啲章节好矛盾咯，咁你想就冇噶啦，咁即系。点样啊？你系咪玩我啊？玩嘢啦！系啦，后屘原来咧，我先知道我想要有呢句说话咧，宇宙系照单全收嘅、即系你冇咯，即系你冇咯，所以我想要有啦，系啦。咁咧，原来咧系要将嗰句说话换成感谢，系啦。我依家假设。我哋在即系听众系有两种人啊，一种相信有神，一种唔相信先啦、即系我哋咁样嚟瓜分啦、即系话咧，唔相信有神嗰批咧，
以后呢就想想得到一样嘢嘅时候，就唔好发个念出嚟话我想啦，吓唔系话我想要一个新嘅工作工种，而系好衷心咁感恩，直情系身心态要一致嘅，系喜悦咁讲。嗯，我知道份好工根本就等紧我，每一日揭报纸嘅时候咧，就好似真嘅一样，我转眼间下一页我就揭到份好工噶啦，我一见佢就请我啦，即系要系一种信啊，一种系全心咁相信啊。如果信有神嘅嗰班听众咧，以后祈祷咧就唔好好似我初初睇与神对话咁中伏啦。我初初就系话啊感恩啊，我想譬如几时几时达到咩目的咁吓，而系咧个感恩状态就系一讲咧就话咧。感谢呢个宇宙赐我啲乜嘢乜嘢咁啫，即系有嗰啲嘢啦吓。你好感恩每日嘅生活，系抱住一种真系愉悦感恩嘅心态咯。然后譬如你想要钱咁，好感谢，我知道我未来系会生活丰足啊，系要知道啊，直情系系一种。我哋 NLP 都有呢啲嘢嘅，叫做 as if 啊，as if now 系啊，即系叫做系当成。真系已经有一样系啦，你用科学，你已经感受紧你好富有啦，而家系啊，你用原来我以前以为咁系好虚幻嘅，我哋系咪生活喺童话故事？原来我接触咗 NLP 之后咧，佢哋有样嘢叫 movie mind 啊，喺你个脑里面咧，将你将会想要嘅嘢。好似条影片咁播放，就唔系话就咁行入马会买张六合彩咁样，而系谂到咧自己行入马会，去领奖，冇错，去领奖乜就只话你净系见到个 movie 啫嘛，要有对话嘅，最好就真嘅一样嘅。阿小姐恭喜你啊，你中咗几多啊？事实上系咪咁噶？系佢真系要你讲恭喜，恭喜你噶。我咁我唔知系咪啦，即系我依家虚构，我冇我平时领咗好留意 search。佢平时领咗六百几蚊嗰啲，冇人睇我。下次我唔系啊，我哋阿 Sir 咧系曾经播过段片咧，一条友咧系即系直头讲呢个吸引力法则嘅，一条友佢想换车，咁佢本身冇车嘅，咁我想要架跑车，跟住佢每晚发梦咧。或者坐喺张 sofa 度咧，佢就想到真嘅样，想到真嘅，即系竟然放埋嗰啲咣咣声咧，跟住戴埋耳筒啦，跟住又哇，即系坐喺度啦，摆晒啲嘢只脚前面，好似搭 brick 嘅咁样啦，跟住整个嗰啲胎盘咁样，哇，跟住好 enjoy 呢个过程，跟住一排之后咧，佢真系有架即系出到架新车，咁好开心啊！系啦，我头先想讲个 movie mind 就系咁啦，你要谂到真嘅一样，最好有 feeling 嘅，即系因为与神对话里面会讲咧，感受系你灵魂嘅语言嚟噶。系咪有齐你讲五样啊？咩视听触味嗅啊？最好有齐啦，系啊！即系你完全感受到你已经拥有咗噶啦。但系闻到份工啊嘛，但系你听到感受到，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听到又系咯，听到。同埋咧，你想象嗰个画面咧，有个要诀噶，呢样系我后来先知嘅。原来潜意识会区分一样嘢，你做咗定系未做噶。你要喺嗰个画面咧，系见到你自己喺度噶。系咁，因为你系第三身去谂紧，你就会做，你一定会喺嗰个情景里面噶嘛。即系唔好见唔到自己，唔好见唔到自己啊！即系唔好系睇嗰个，系啦，系你被睇嗰个。譬如我想揾一个大家都识嘅人先，某某明星吓，我想个女朋友好似某某明星咁靓嘅。如果你净系喺张相见到个女明星个样就惨啦。永远都系你已经同紧佢对话咁样咯，即系潜意识以为你做咗啦，我咁就够啦，就系咁啦，唔使帮你跟进啦呢个 case， 可以 close file 噶。你要睇到咧，系你行紧去同个女仔握手讲嘢，吓，然后终于可以拖佢只手，系要用第三身嚟睇呢件事，然后再感受到嗰股喜悦。你唔好即系各位听众，唔好以为系三个傻佬喺度讲紧嘢咁，原来我后屘先知道咧。原来会讲迪士尼啊，系啊，迪士尼里面咧嗰个创办人啊，原来都系未做之前咧就谂到真嘅一样啊。咁点解我会讲翻 NLP 个例子咧？佢里面咧整套嘢设计完之后咧，佢有好多特别嘢，譬如 smart goal 嗰啲系教你人点达成目标噶嘛，按部就班咁。其实佢访问过好多社会上定义为之名人嘅人噶嘛，梗系以你嘅身家财富嚟定位啦，唔使谂啦吓。
呢样大家认唔认同？咁你定位啊，另说别话啦，系、嗯、啊。咁但系佢系访问呢啲人嘅。原来大部分成功人士咧，都系未做之前就幻想自己会成功噶。嗯，佢哋唔系话步步为营噶，唔、哦、系。因为通常你谂下，你做一样做一件事之前，好多人都会系喺个脑里边谂咗成件事点做先。系啊。吓、啊，点样先会做得成功先？跟住就用嗰个方法去。execute 件事噶嘛，咁、嗯、其实你个脑里边已经做咗一次嘅，系啊，系咯。佢迪士尼嗰阵仲系激烈到咧，佢除咗幻想乜特止啊，一人分析三个角色啊，嗯、除咗个梦想者之外咧，吓、嗯、仲有个喺隔篱系睇下呢样嘢可唔可行嘅先，要实行又点先吓。咁、嗯、另一个再清晰啲嘅抽身啲去批评呢件事系点嘅先，即系一人分析几个角色，谂到系好全面，谂到真系做咁噶佢，系啊咁。当然结果我哋依家大家都知佢系非常之成功啦。咁迪士尼个产品都系全部嘢喺个脑度谂出嚟噶啦。系啊，冇噶嘛啲嘢。系啊，创造出嚟噶嘛。系啊系啊，我阵间都会讲噶。其实你即系呢样嘢吸引力法则喺宇宙系点样生效咧？佢唔系喺度斋 up 噶，即系佢有讲噶。头先阿 Stan 咧讲紧嗰个想象力咧系。五嗰啲唔系叫五部曲啊，即系五个成分里面嘅其中一个咯。佢、迪士尼佢里边自己有一个佢嘅 theory 嘅、嗯、公司嘅 theory 系点样咧？佢有个 department 咧系叫做imagineering。哦，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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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imagine 同埋 engineering 嘅结合，系、嗯、啊，系啊，将梦想去实现出嚟嘅。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我记得佢直情话呢个部门系要每个人都系。时时 keep 住，即系佢哋有个好似律法咁喺里面，系、时时要 keep 住你想象力嗰个活跃噶。系，其实一个创意工业就你一定要系咁样啦。嗯，系咪先？我谂系咪好多都系咁咧？广告、广告、卡通呢啲都系咁噶。系啦，系啊。咁其实啊，佢里面会讲啦。咁到底吸引力法则点样运作嘅咧？吓、第一，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人人都系神啦、神本身就系有创造嘅能力噶嘛。咁所以其实我头先咪话啲人会祈祷嘅、其实我已经系初头会祈祷嗰种，祈得好认真，因为无助啊嘛。初头接触呢啲，唔会觉得自己系有力量噶、对自己好冇自信心噶嘛。啊、借啲力量系借啲力量嘅，其实同埋求即系追求呢嘢都系细眉细眼开始嘅。我就即系培养嗰份自信先啊嘛，系啦。咁佢嗰呢样嘢到底系点运作咧？佢就系原先你都系 part of 个本体噶嘛，佢、有嘅力量你都有咯，你嚟就系嚟。创造一切，包括创造你自己啊嘛。咁、所以吸引力法则能够生效嘅第一步就系你有呢份力量嘅。咁跟住你就会话啦，但好多时我依家已经好老到啊，老到到系点创造啊？咁佢里面就讲啦，意愿对立啊，即系有好先有坏，有冷先有热吓。贫穷你就。即系放下埋怨，放下批判先，因为如果我一开始就俾一个富裕嘅环境你，你就唔需要去创造富裕噶啦。即系富贵嘅人都有佢嘅忧愁噶嘛。可能佢忧愁子孙不孝。你唔系咁富贵，唔系要争家产，可能就唔需要面对子孙不孝呢个问题啦。其实每个人都有要面对嘅场景啊。咁当即系佢嘅意思就系、对立嘅法则，即系二元对立呢样嘢，其实就系为你创造机会。你视之为一个黑暗嘅报警啊，定系视之为一个契机咧？就系纯粹睇你自己点睇啦。咁咧，第三咧，佢就俾咗我哋有啲洞察嘅能力，即系我哋嘅智慧啊，系啦，你有权去选择，即系带住呢啲智慧，你会去辨别咩系契机。咩系你想要嘅？你到底想做一个点嘅你自己？咁第四步就系阿 Stan 讲噶啦，想象力，无穷嘅想象力系啦。第五就系世事万物都系永恒无尽啦，系啊，永恒不变啦。你谂即系太极啊？大家有冇睇过嗰幅图啊？有黑有白啊，系啦，白中有黑啊，黑中有白啊，都系盛极而衰啦，系啦。咁即系无需要畏惧啲乜嘢咯。佢讲系啦，咁佢里面就包含咗呢五大样嘢嘅。咁我哋喺第一集完之前咧，
或者陣間翻嚟應該我哋就會詳細咁講，即係點樣運用啦嚇。咁、我哋係咪有冇少少真人真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我哋三個主持有冇人真係運用到出嚟呢？其實日日都做緊呢樣嘢嘅，我覺得就咁、當然啦。我哋頭先都講啦，所謂黑仔咧，你自己吸翻嚟係啦，係啦，係啊。但係有冇啲咩有冇啲值得恭喜嘅咧？唔好聽到大家咁灰咧。好真係得喎，即係好 dramatic 嘅嗰啲，係啦。咁我成日搭巴士唔使等噶，即系又系巴士，系啦呢啲我哋讲过，呢啲我哋讲过啦，呢啲成日都做噶啦，非常之厌闷啊，系啊，系啊，等 lift 唔使等啊，一出去就有架 lift， 唔系啊，我但系咧有人我屋企冇 lift， 我屋企住三楼，所以唔使等。但系有人虽然好羡慕我等巴士唔使等，但系佢其实调翻转觉得我好傻，好阿 Q， 点解系你自己？即系佢有冇同你讲咧？九巴咁密。唔使等，又冇喎。总之佢见到我，咦、哎？你又有巴士啦？我系啊，我成日都系咁。跟住佢好似以为好羡慕我啦，原来唔系，原来觉得反而觉得我傻瓜。点解傻呢、我都想听下点解。佢觉得即系佢觉得即系唔通你觉得真系咁就系噶咯咩？即系咁啱你唔使等，你就系高兴啫。咁你要等嗰时，你又当你又要等嗰时，我咪当宇宙一定有原因咯。系啊，系啊，我想架车就会有事咧。但我之前在 Facebook 咪 post 过一段嘢咯，就系、是、而家发生嘅你唔好批判住，吓尝试冷静啲，慢慢咁观察佢。若干时间之后，你就会知晓点解佢上唔到车咧。嗰阵时点解佢要咁样发生啊？咁佢系咯，佢就会调翻转，一般人就会觉得咁好阿 Q 咯，即系成功咗，你又觉得高兴，你又觉得以为系，跟住原来成唔成功嗰时，你又。俾藉口自己啦，唉、哎，安慰一下自己。咁其实佢咪觉得你是我假设呢啲叫阿 Q 或者傻瓜，我假设系咁嗰个巴士唔嚟，你喺度揼脚咁件事有咩好处咧？又即系即系即系等于啲人等 lift 咧，咁多几下架 lift 会快啲噶嘛？唔系咩？系嘅咩？我真系唔知道，唔知道肯定唔系啦。呢啲完全系大话嚟。到阿 Stan 咧，想晕低我见到，咁我如果就算我系阿 Q， 我点啫？我等巴士安慰自己，咁我开心啲嘛？开心啲其实时间快过啲噶、时间系会被扭曲噶嘛、大家要多啲听我哋节目，你快啲介绍呢个朋友听我哋节目咧，时间会被扭曲。你越氹提氹找咧，你越耐，你估一秒特别长过人嘅，你话特别多巴士喺你隔篱经过喷死气咁啊，跟住。好啦，我哋嚟到呢度呢一节真係差唔多，我哋唔够时间分享我哋啲真人真事。第二节返嚟呢，我讲一个我真係近排发生喺我身上，而有我真係用吸引力法则发生嘅事，係囉。咁、好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第二节返嚟再倾过。Okay。好，翻嚟第二节啦。我哋头先三个人就打牙教咗一阵噶，系啦。咁我哋依家讲少少真人真事自己嘅事件先。咁咧，我又好惨啊，好挣扎啦。以前初初懂得呢样嘢啦吓，咁、就时时祈祷噶。嗰时 Sam 都知道噶 ，Sam 见证咗我呢一段时间噶。咁啊，成日同个天祈祷啊，咁样即要习惯嘅。即系习惯有啲嘢系，我哋以前成日系用想啊 ，I want 嗰个心态出发噶嘛。咁都需要一段时间去相信我话要就有嘅。系啦，即系呢个信念系由细到大唔系咁噶。系、我哋就难啲嘅真系。系啊，系需要好长时间去酝酿噶。唔好再开口就话我想。譬如同小朋友讲嘢都系噶，我喺屋企话。我想你乖啲啊，得唔得啊？到底咁，即系唔得噶。系我系依家改晒啲口吻，我同我个女女讲，我知道你会乖嘅，系咪咁样嘅？系啦，即系净系改呢啲口吻，原来系好难嘅。唔知点解社会会教育到我咁样啊？我都唔知道，系啊，系好恐惧嘅吓，样样都觉得冇呢啲心态系要扭转嘅。咁好啦，扭转咗信任自己之后咧，其实个祈祷嗰个经过咧，仲要唔系话我想吓，我希望神俾我，就算你心中个神再大都好啦，佢接收到呢个 message 咧，你想要有钱，佢咪继续
俾一个冇钱嘅环境你。等你上去。成全你继续有得上落去囉。佢以为你系上㗎嘛。佢好似影印机咁㗎个宇宙。如果俾你有咗钱呢就你话个神唔准啦。明明你系上紧噶嘛，佢你突然间冇得上咯，系啊，唔系唔准我破坏你啦，系啊，所以俾你继续上落去。系啦、啊，你讲乜嘢都好，你幻想一下，佢就好似一部影印机噶，总之吓、啊，譬如你每一次等唔到巴士咧，下次你朋友啊，再抌题抌找咧，你 body language 都系你嘅一部分嚟噶嘛吓、啊，我哋头先讲过啦。语言情绪，我依家再重复一次，语言你口讲嘅，你个脑度谂嘅，你嘅 feeling 即系你内心真实嘅感受，你嘅灵魂嘅语言吓，你嘅行动吓，全部都系代表住 who am I 嘅一部分嚟嘅吓。佢再继续抌题抌找咧，即系宇宙以为佢好中意咁样嘛，佢会继续等唔到车，继续俾你等唔到车，继续俾你等唔到车，或者继续成就有其他嘢嘅出现，就佢继续。抌地系啦，而你中意抌地啊？得冇问题。Okay、哦，原来好运系只系阿 Q 啊，咁 OK 咯，咪继续系好少好运降临系啦，然后等你继续认为咁样叫阿 Q， 嗯，系啦，总之佢系原装正版倒模咁俾翻你，你就明噶啦，系、啊。咁后屘咧，终于可以扭转到一个局面咧，就系、是、我信会有，嗯，吓、啊。咁点可以信呢？就系、是、用一种感谢嘅心态。嗯，我依家面对住一个场景，譬如当时假设我视之为不幸嘅吓、啊，我就话，嗯，我知道你会撞我一把嘅，嗯，系啦，其实慢慢呢啲日子我都唔知经历咗几耐啦，可能一年两年啦吓，咁、啊、你慢慢因为啲好事开始真系降临嘅，其实，啊、但系要慢慢做嘅，咁、嗯、慢慢我就可以甩开呢样嘢嘅直情，嗯，我直情系觉得我想。就得噶啦，嗯，但系呢个系一个好要经历嘅洗脑过程啊，咁、嗯、可能有啲人会话，切，咁你自己呃自己啫，你自己同自己洗脑，唔系嘅，你谂到系嘅一样，咁、嗯、我话俾即系大家听，即系以我嘅观察就系、是，我哋嘅恐惧嚟自于边度嘅啫，都系学翻嚟嘅啫嘛，都系俾人教翻嚟嘅啫嘛，都系俾父母啦吓，社教化，我以前讲过啦，社教化包含咗我哋嘅神话啊、宗教啊、学校等等啦、都系俾人教育洗脑翻嚟嘅啫嘛，嗯，系啊，我哋原先细个唔系咁噶，我哋饿就喊噶啦，喊就有得食噶啦，系，系啊，袋鼠嗰啲都好啦，咁即系我哋视之为。低层次少少嘅动物，佢一出世都识爬上妈妈乳房系搵奶食嘅，本能嚟嘅，系、這個、啊，即系细时我哋都会觉得嗌就有噶啦，要就有，系慢慢大个先学识吓，唔知边个教我哋嘅，系、啊，读到书先系成才，诸如此类等等，系啦、啊，咁我即系我历程大约系咁啦，呢、這、一个由想变到真系相信有，呢、這、一个系第一点必须。要做的是啦，咁我啱啱先话会讲一样我真人真事最近发生嘅经历啦。咁、咧，话说咧，我就唔系一个有钱人嚟嘅，系啊，听咗咁耐，知道你系好穷添啦。但系咧就周身瘾嘅、我就乜都中意去学下嘅，吓咁啊交学费都交到穷嘅。咁咧，话说早排有个课程就好想上嘅，咁啊 ，Sams 都知嘅。咁、嗰个学费咧就大约啦，我都唔记得准确啦，11000到啦。咁、咧，我就喺度讲啦，唉，有11000，不过唔紧要，我深信咧，我要就有噶啦。咁我照落名话我报噶啦，系啦。咁好啦，过咗若干时间咯，就发生咗一件事。咁就为我带嚟咗一笔大约9000多元嘅银码啦，吓、呢个系意外之财嚟嘅。咁、咧，我当时又同阿 Sam 好开心咁讲啦，我话、哇，啱啱好就可以交学费咁啦。咁、当时阿 Sam 就同我讲啦，仲差1000多元、啊，仲差1000多元，我11000减9000多唔啱数。咁、好啦，咁、我又话。咁我又好阿 Q 噶嘛，我系跟住我又话唔紧要啦，自己贴1000多元档执到，自己贴1000多元有赚啦咁样嘅我。咁点知咧，隔咗几日，咁我就同阿 Sam 讲，我话唔系，我决定我哋够人多啊，我决定去讲价，跟住阿 Sam 仲话。
你谂住减几多？一二百定二三百咁上下啦？我话唔系啊，我谂住减千几蚊啊。跟住阿 Sam 就话：点会减俾你啊？咁样千几蚊、啊，千几蚊、啊、一个、啊。其实初初唔系咁多人读，得我一个噶、啊。慢慢慢慢咧，我同佢讲，人多就减到，人多就减到，无端端飙多两个人出嚟噶、啊。你捉我落水啫。仲有一个噶嘛？你唔记得咩？我嗰个冇得减噶嘛。佢都有減少少少少，但係仲係比我哋貴啫、嗯，只係係啦。咁、嗯、有一個人本應該好唔想讀噶，最後又話點解嗰人會貴啲咧？因為佢唔係同我哋一齊喺嗰間學校讀所有課程咁樣咯。咁、哦嗯、變咗有啲嘢我哋係讀咗啊，佢要重新再讀啊。明白。佢要俾多啲錢啦，所以係。咁跟住咧，點知我講完價之後咧，係、啊、同我得到嗰筆錢咧相差十蚊嘅咋。我真系讲到减千几蚊噶，跟住我咪同阿 Sam 讲咯，我话好彩咋，我吸引力法则得翻嚟嗰笔钱系九千几，如果啱啱一万万一蚊，我就唔讲价噶啦，因为我而家讲价系连带佢哋几个都减晒噶，系啊 ，OK， 系啦，呢件系即系我最近发生嘅真人真事，系、啊，个银码只差十块钱，嗯 ，OK， 另外仲有一个小小嘅经验嘅。但是不详细讲啦，系啊，其实咧大约喺我哋听咗渔网台几耐？以前有冇两年啊？可能头头尾尾都有噶啦、嗯，可能两三年啦吓，我唔去谂年龄，唔深究啦呢样嘢，当佢两年啦，两年几。其实我以前咧有谂啊。如果可以在渔网台讲嘢都几好、啊，因为我好中意听渔网台嘅。啊，嗰、啊、时系觉得讲啲另类嘢啊，揭发社会嘅另一面啊，吓、嗯，我有谂过嘅。嗯，咁、啊、今日咪坐咗喺度咯。系啦，就一系谂咗咯。机缘巧合嚟噶。嗯，啊、我系完全唔识渔网台一个人。系。当时系啊。O、okay、K。都好多类似嘅事嘅，不过佢身边好多嘅，但系牵涉其他人太多嗰啲，我就唔想讲咯。系因为会拖人落水嘛。咁、阿 Stan 你咧？我其实都好多嘅，其实学你话斋好多嘢系又唔讲得出嚟啦，因为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喺件事里边、啊、要拖人落水好扭。系啦，咁我自己有一个好切身嘅经历咧，就系嗰阵时其实我就未睇呢啲书嘅。咁其实我一个几中意养动物嘅人嚟嘅，咁我中意养啲即系比较另类啲嘢啦。咁我中意养蜥蜴嘅，其实堪称奇嚟啊！其实佢只蜥唔系一啲都唔奇，佢只蜥蜴唔系普通蜥蜴，其实科学嚟嘅嗰啲唔系咁奇。但系问题就系话，因为你嗰阵时我啱啱开始对呢样嘢发生浓厚兴趣嗰阵时咧，香港系冇呢啲嘢卖嘅，系、完全冇啊！严格嚟讲。都好几十年前系嘛、嗯？你咁系啊，即系全部你去蛇铺买咯，又、系。但蛇铺唔会咁多呢啲嘢嘛，嗰啲蛇铺系卖蛇羹嘅啫嘛，唔系卖俾你养噶嘛。咁嗰阵时我就买咗好多呢啲书嚟睇嘅。咁我就喺其中一本书里边有一张相咧，嗰只蜥蜴我好中意嘅。咁我就成日喺度睇住嗰幅相，话啊，如果有一只呢啲咁嘅嘢就好啦咁样。咁咧就成日睇嗰本书嘅。吓、咁 end up 咧，即系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咧，真系俾我买到一只。同嗰幅相系差唔多嘅蜥蜴咯，咁、我呢样嘢系比较难嘅，因为香港真系冇嘅，系啦，咁我觉得更加难啊，喺我个感觉上嚟讲，因为我系行匀晒全个香港所有动物买嘅地方，我都去搵咁滞嘅，系啦，咁你搵到一只咁嘅嘢咧，其实讲真，你见都冇见过，唔好话搵佢出嚟、我连真都未见过，咁、因为系我成日睇嗰本书嗰幅相，成日睇住嗰只，如果我同呢只嘢。拎咗翻屋企咁就好啦，咁样可以抱下佢啊，咁样我成日喺度谂呢个感觉，即系好犀利。其实你哋细心啲听啊，嗱阿 Stan 有 feeling 噶，喺呢个愿望里面有情感投放落去啦，吓、爱不释手啦，即系成日睇住本书啦，吓、即系喺脑中有语言，仲有 movie 嘅，即系好想好想手摸下佢，系啊摸下佢，咁人哋养住只狗，咁我养住只蜥蜴，咁哇几正咧咁样。你冇谂住绑条绳拖佢出街？冇，即系我系有个咁嘅感觉嘅嗰阵时，但系嗰次系未睇呢啲书嗰阵时，但系呢一个感觉嘅，即系感觉到已经有呢只蜥蜴系啦，嗰、个感觉系好好强烈嘅，所以我而家我睇完呢啲书，我知道有一个吸引力法则呢样嘢喺度之后，再攞翻出嚟睇翻咧。
其实都几符合里面嗰个法则嘅。因为个法则里面系其中一个啦、嗯、我陆续会讲啦。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元素系热情啊。嗯系、啊。即系你佢。嗰、那个 passion 好紧要嘅。系、那个 passion。你推动你去做啊。嗱、我唔需要有好长远嘅计划㗎。嗯嗯，我唔需要话一年定系三日内一定要揾到，系你嗰股热情啊，系系啊，推动你去全心全意，好 focus 嘅，系咁个宇宙就会成全你噶，系啊系 啊，即系唔知点解无端端你又会遇到，跟住又俾你买咗咁样噶，系啊系啊，系啦、啊，咁我话嗰个感觉就好强烈嘅，其实真系、嗯，但系大家尽量唔好规限咯、啊，譬如嗰只蜥蜴，我一定要系喺旺角揾嘅咁样，嗯因为即系宇宙嘅变数系千变万化噶嘛。你当你 set 到好多条款好点样即系咁就好困难。你要知道世事变化系必然啊。嗯，你做一件事遇上成千上万嘅变数。因为阿 Stan 之前讲过嗰个蜥蜴系人哋因为一个人转让出嚟。系咯。咁系咯，那个人你谂下佢唔转让俾阿 Stan 可以转让俾第二个。系啊。即系咁，所以阿 Stan 嗰份热情啦、啊、有声音啊，有影像啊，有模啊有晒嗰种能量喺度啊，好大。即系其实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其实生活里面好多呢啲例子嘅，其实系啊，好多啲例子，有啲系你解释唔到嘅，其实真系系啊，但系佢系会咁样，你因为你咁谂法。嗯，就会变成咗事实嘅，真系。嗯，因为我自己本身啊吓、嗯，我系嗰种要做就要做嗰啲人嚟嘅。系，我系、那个即系唔好理做咗先。系啊，唔好理做咗先，即系我梗系唔系话你唔好理吸咗毒先咁样啦，而系衡量过嗰样嘢真系第一系我中意嘅。系吓，而我又冇话去选人达到自己嗰个目标嘅吓、嗯，我系可以好。不顾一切去全神贯注做噶，即系有啲人咧未做嗰阵会谂好多嘢噶嘛。虽然我想咁，唉，但系你知咁难，边做到啊？系啦，做嗰阵点知会唔会有人阻挠我啊？系咯，又会唔会有咩支持、啊？都唔知得唔得闲嘅啫。哇，卡文你又翻学，你边有咁多时间啊？吓、嗯，你又点啊？读咗嗰啲嘢有冇前途噶？有冇？系哇，如果你谂咁多嘢咧，就唔好做，唔好做啦。即系你尤其你三心两意呢样嘢，我阵间都会讲嘅。三心两意系令到你吸引力法则唔能够如你所愿嘅一大障碍嚟噶。嗯，系啊，嗰股热情系好紧要噶。唔好啦，都系依家讲吗啡，大家唔记得系点解三心两意会有问题呢就系、是，譬如你今日我举翻嚟头先，我想报 course 我系事在必行噶，当时其实觉得系好中意嘅咁。你谂下，我一时又话好想读，咁你宇宙接收到啦。O、okay, K，、我帮你影印想读，谂下，唔系我一定要读，咁佢咪又重新影过噶嘛？我系一定要读，原来呢个人，点知你听日瞓醒话都系唔好、啊，咁我翻工又读书好攰噶，咁佢又影印一个新嘅咯。我翻工又读书系太攰啦，唔好啦咁。咁点知你晏昼又话都系唔去，都读翻啦，都系读咁忙啊。咁佢又重新影过，哎呀唔系咯，都系读咯。咁即系佢系通常咧系以嚟点样回应你嗰个诉求嘅咧，系、以你最新嗰个噶嘛。咁、你成日换，你个、你都即系永远咧，你游紧出个浮台度嘅，就系当时掹翻你去沙滩度再游过，又掹翻出去，永远喺度游住。系啊，即系佢永远来来回回。所以我咪话三心两意系吸引力法则嘅大忌嚟噶。系啦，咁、我再重申一次啊，以后。唔好净系想，系、觉得我一定得 ，OK 系啦，呢个期啊啦，依家我哋讲紧系宇宙系会回应你最新嘅嘢噶，所以你唔好再三心两意，揸定主意，揸定主意系就系啦，系就系啦。你见好多成功人士都系话自己勇往直前噶，其实系即系有迹可寻噶，系有得睇噶，即系可以讲系一股傻劲啊，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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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嗰样嘢对你冇乜用嘅，咁你就收姜啦，自己系啊，就谂清楚先咯、如果决定咗做就去啦。同埋咧，除咗我头先话会回应我哋最新嘅念头咧，亦都会回应我哋俾得最多次数嘅事情。系嗱，譬如我话我要读书嘅头先吓，我一日到黑谂嗰个困难啊，哎呀，读书又嘥钱啦，读书嘥时间啦，读书浪费精神啦，读书拍唔到拖啦，读书唔可以翻屋企食饭，你可能谂十样读书唔好处，系你先谂一次，我都系决定读，系。
咁你话边个个力劲啊？嗯，系啊，即系所以点解我话把持得住系咁紧要啊？吓，你最新嘅思想啦，你最多次数嘅思想啦，同埋我头先讲过啦，你好聚焦嘅嘢，即系嗰股热情啊。系，嗯，你带住呢股傻劲勇往直前啦。咁另外，你投放好大嘅情感能量嘅事情，嗯。例如我真的很想读嘛，我讲过啦。阿 Stan 真的很想得到呢条蜥蜴啊嘛，系啦。譬如我依然是抱住一个很想读书的心态，嗯，依然是成日谂住读书好好，系。但是我一路内心就有股很大的恐惧，成日都怕追不上、读不到、攞不到最好的成绩。嗯，咁 sorry 啦，系啦，呢个有唔得，你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啦，所以系我成日话，点解要思言行都一致咧？吓，你一路读又一路惊吓，咁唔好读啦。不如、嗯、你读到，点解会有啲人咧喺某啲领域，你见佢玩乜都咁出色嘅，吓、嗯、或者做乜，只要佢决定做，佢就一股气咁做咧？点、嗯、解有啲人成日话自信心不足做乜都唔掂咧？其实佢抱持咗自信心不足呢样嘢去做处理任何事啊嘛，乜都唔掂啦，乜、都唔掂噶啦，所以吓，即系等于阿 Stan 可能唔止玩蜥蜴系好噶，即系唔止呢方面有研究噶，你都有研究其他嘢噶嘛吓、嗯，譬如阿 Stan 有读书咁、嗯，其实都系凭住一股热情噶嘛，系噶，系咯，系我冇谂过得唔得噶。系咯，系啊，即系总之我想读咪读咯。系啊，其实好多人咧，如果佢可以对小事先啦、啊、吓、嗯，培养咗嗰啲热情啊、专注啊，唔好三心两意啊，今日得，听日唔得，后日又突然间得，下昼又唔得咁嗰啲咧，其实呢种心态培养得到咧，做好多嘢都 OK 噶、啊，我觉得。头先你讲一样嘢，嗰个 passion， 我觉得真系好紧要嘅。系啊，因为唔系话一日嘅 passion， 两日嘅 passion， 系、嗯、一段长时间嘅。你维系住嗰个 passion 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好纯，即系唔可以变。系啊，你一变咧，又即刻接受到另一。因为其实你每日嘅生活都可能有好多嘢、嗯，即系 jam 入嚟噶嘛，系嘛、啊。其实反而遇到唔中意嘅，因为有啲我哋经验过先知唔啱自己噶嘛，系、嗯、就尽快抽身咯。嗯，就唔好唔啱，仲喺度同佢磨烂只啊，俗称嗰啲。系、嗯，你既唔想做。就唔好做了，又赖住喺度做，又觉得咁我之前啲心血咪白费咯。系系，我唔知道你之前白费咗几耐啦，可能半年咁啦、嗯。你个 course 系、嗯、嘛？咁、嗯、你只会蹉跎埋余下嗰半年。系啊系、啊。你好，即系倒不如快啲将余下嗰半年做其他嘢就仲好咯、嗯。我会觉得吓，咁、嗯、所以点解我哋当初咁样排序咧？吓、嗯啊，用爱与恐惧嚟做第一集。嗯。就是、因为其实你发出嗰个能量啊，系啊，你发出时时系爱嘅能量，你咪吸翻同样嘢翻嚟咯。系啊，吓、嗯、你发出恐惧嘅能量，你咪吸翻同样嘢翻嚟咯。系啊，因为咧，佢里面个法则啦，我跳住嚟讲啦，开始我次次写亲嗰啲嘢咧，都系乱鬼晒龙。咁咧，佢里面会讲过咧。点解爱同恐惧我觉得放得咁重要呢？一来易讲啦。其实都唔系易讲嘅，其实都唔系易。唔系，即系大家容易接受啲先啦。系啊，你冇咗爱同恐惧，你好难讲批判。系啊，咁好啦。其实咧，佢里面有个一大法则噶，就系、是、咧，你越想拥有，你拥有嗰种，即系你想占有嗰种欲望越大咧。嗯。你就越系得唔到嘅，系，嗯，因为你其实个 subconscious 系怕失去啊嘛，系啊，系啊。如果你系发住恐惧嘅能量咧，就算得到，你都会失去，嗯，吓或者得到你都唔快乐，害怕终归都系失去，嗯，终日害怕失去同真正失去，其实你都唔会快乐噶，嗯，系啊。咁里面有一大法则就系，其实你要给予别人，你先至系会真正拥有。我初初唔明白、啊，咁、我都冇钱点俾呀，系咁佢嘅意思就系你要想象到你真系会有咯，吓咁咁讲到钱就冇办法啦，吓咁譬如你有多余一蚊，你好好丑丑，我初头系咁培训自己嘅，你都做两毫子先试啊，嗯、因为你越谂得你冇咧、嗯，你越系经验冇嘅咋，其实你试咗 share 俾人之后咧，嗰份喜悦系可以培养噶，系。系啊，譬如爱人先啦吓，以前我系露宿王嚟噶嘛，系、嗯、真系学下为人哋付出先啦，系、嗯、啊，咁人哋
又自然会回馈俾你咯。系、因为佢里面一大法则就系讲给予等于拥有呢、這个。如果你想吸引力法则生效得最淋漓尽致最快，就系、是、咧先成全人哋，再成全自己。嗯、因为成全人等同于成全自己，因为你愿意付出俾人，代表你口袋里面、你裤袋里面、你手袋里面系有嗰样嘢，你先有能力付出俾人。冇错啦，施比受更为有福嘅真系。我以前真系开头唔明噶，我睇呢本书我都唔明，我都走去问卡文，我都唔系，系佢明明系排人哋先至到自己，我都唔明。通常系啲人觉得你满足咗自己先，你先有能力去帮人噶嘛，正常系咁谂噶嘛。系啊，佢调翻转头，一定系人哋先至系自己嘅。嗯、所以卡文而家就讲紧呢样嘢啦，系啊，就是、因为你要，因为成全人哋嘅时候，就代表你系有噶，系、啊、你有乜能力先可以做到呢样嘢，系啊，呢个系一个最强嘅印证嚟噶，嗯，吓系咪你唔去付出就唔代表你会得到咧？即系有啲人你见佢系好市侩、好斤斤计较，但可能好有钱噶嘛，嗯、有嘅，但系条路系难行嘅、嗯，如果系最快最。简便而又最开心的途径呢就是先给人。嗯。是因为给就等于你向宇宙讲我有。嗯。这个是一个思言行一致的问题。嗯。是啦。咁另外呢我亦都想讲啦。剛才咪讲啲人三心两意嘅、啊。其实呢我哋就唔好以为呢吸引力法则只是回应你想嘅嘢啦。嗯啊其实呢你成日唔想乜唔想物呢离晒啦。係啦嗰啲嘢係完全离晒嘅。咁点解呢咁佢里面嘅解释就係话呢你抵抗嘅嘢呢其实就係会持续存在㗎啦。係。係啦咁呢样嘢其实我哋以前都讲过嗰集仲大家爆笑咗出嚟添。我係问你有冇一日恐惧瞓醒会被恐龙踩死哦，系系俾你吹胀添，即系嗰啲嘢明明都冇恐龙系咯，即系冇你唔会恐惧嘛。咁喺、嗯、能量嘅角度就系讲紧咧，如果嗰啲嘢系虚幻嘅，你唔想佢存在嘅，咁你使乜恐惧啫、嗯？每一次你恐惧佢，其实你恐惧呢啲能量就投放咗落佢度，赋予呢份恐惧更加大嘅能力系。持续存在系系啦，即系你唔中意嘅嘢，你成日都会记住喺心度啊嘛。系啊系啊，特别 sensitive 咯，特别 sensitive 啊，你讲啱。同埋你会发觉 anger 嗰个力度系好劲嘅，系系啊，系系缠绕住沸腾啊，系啊，缠绕住喺脑度挥之不去啊，系啊。所以头先讲过啦，最强烈嗰啲情绪都系好恐怖啊。嗯，系啊。咁我哋即系讲到呢度啊，大家可能听到。咁点啊？遇到唔想嘅嘢，又要当系想啊？定系点啊？即系我初头听呢啲嘢，系越听越困窿噶。会啊，咁、究竟点咧？咁究竟点咧？我哋咧好似以前系啊，我想讲，我哋越嚟越有默契啊，有吊人咁样。我哋咧，我哋要好似以前嗰啲系咪粤语长片啊？好，故事发展嚟到呢度，待续噶嘛。我哋又要唞一唞，第三节翻嚟再同大家倾下回分解咁。OK。我哋翻嚟第三节啦。嗯嗯。有啲咩比较即系、再 dramatic 啲嘅实例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有。嗯，讲埋佢话唔开心嗰时候会点啊？哦，系啊，系啊，系啊！头先话我哋抵抗嘅事情，其实就系赋予咗佢力量。嗯，因为喺抵抗嘅过程咧，其实就系我哋喺第二集讲嘅批判啊。你越去 comment 嗰样嘢，不断喺度讲啊，唔好啊，唔好啊，唔中意啊，嗱，你会有情绪喺里面啦，有语言喺里面，有批评喺里面啦。你谂下，譬如你唔想再做呢份工。如果你真系有新工，又使咩坐喺度斋批评呢份工啫？吓、你越系批评嗰样嘢，代表你冇选择嘅余地啊！系、啦，所以第一步就系放下所有嘅批判。咁、我初头都唔明白噶，因为有啲嘢真系自己好唔中意，咁点样面对咧？吓，咁后屘真系叫做谂通咗啦，终于有一日，加上睇咗呢本书啦，咁佢里面讲咧，遇到任何场景，即使我觉得好悲愤、好愤怒嘅场景都好，唔理三七廿一，深呼吸先，即系俾个人安顿啲、平稳啲落嚟先，然后要感恩，
我初头真系爆头，哦、即系做乞衣都走去感恩，有机会做乞衣噶嘛？系啦。咁后屘咧，我揣摩咗好耐，点解佢点解佢带出呢样嘢咧？咁后屘 OK 嘅，即系我系履行咗先开麦嘅。依家当然我都预咗继续俾人闹噶啦。讲完喺任何场景都感恩吓。咁、感恩啲咩咧？就系、是、与神对话里面其实有个故仔噶。一粒小光点咁，佢睇唔到自己系光点，佢不断问阿太阳，即系佢系太阳嘅一部分啦、你成日话我系光点，我点知道我真系光点咁？咁你谂下一粒小光点吓，喺个大太阳里边睇鬼到自己咩？系咪咁？咁佢于是就掟咗佢落嚟啦，系啦。咁嚟到一个漆黑嘅地方，佢终于就睇到自己发光啦，变咗太阳啊自己。咁但佢又闹咯，有冇搞错啊？呢度好黑啊，好惊啊，又黑又冻，点解咁对我啊？即系喺度呼叫啦咁。咁呢个故事想讲咩？就系、是、如果你不断处身喺光里面吓，你又点睇到自己发光呢？你成日话想有钱，呢句嘢挂喺嘴边挂得咁行，唔俾一个穷嘅场景你。你是怎可以成全你继续有钱呢？如果你一生相信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做个假设是啦。不比你总是遇到你眼中的蠢人、或者不比你遇到一个接一个的难题。你又怎显得你有智慧呢？即如你一生好顺畅，好难彰显你嘅智慧啊！仲系阿 Q 遇到一班蠢人咯，仲话好多谢啲蠢人，笑，即系突显我个智慧咁系嘛？咁啊冇咁讲，即系举例系啦，即系遇到困难就系俾你发挥你嘅智慧啦，系、啦，咁即系如此类推啦，咁。我是有遇过困难的人来的，我有资格讲这件事的，老老实实。那你当时真的很感恩你有这样的困难、以前当然不会，当然是咆哮啦。即是到我领略了之后呢，我今天呢告诉你们、我不是讲过我童年很难过，你估我没有震怒的时候咩？怨、到树叶都甩啦，但是 我今天庆幸的，我回望是开心的。尤其我会即系你需要同人做 coaching 嗰啲，做 NLP 嗰啲，你要同人感同身受，有啲人真系好坎坷噶嘛，同样都系、你有嗰份同理心好易进入噶，变咗个 rapport 个亲和度、亲和感系高咯，即系我会感恩嘅回望，原来我呢啲经历咧，系栽培咗我另一种性格出嚟咯。所以有啲嘢你唔拉远啲，再拉远啲。我哋上次咪讲过希特拉事件嘅，你唔拉到好远嚟睇，你系唔知嗰样嘢点解要发生噶。系啊，好玄妙嘅呢个世界，人生经验系要累积噶嘛。如果阿 Stan 喺三十岁嗰年俾人呃20万，可能系成副身家都唔出奇。但如果经过呢次经历，你将来做嘢系知道点处理先系恰当嘅。咁嗰20万。可能唔系你当时咁睇得咁大咯，整个人生嚟嘅话，系啊，上咗一课系啊，即系我就会系咁样谂嘅。依家碰到所有唔开心嘅事，我讲过啦，负面情绪系会吸引翻同类嘢嘅啫嘛。试下啦，试下心平气和，试下将件事抽身睇咯，系啊，因为我哋越系抱住嗰种负性嘅态度，嗰啲嘢就继续嚟啊！你唔知几时先可以离开个谷底啊！系啊，你创造紧一个好负面嘅环境，系啊，同埋感恩完之后又点咧？唔通我继续咁黑，继续感恩咩？继续挨打咩？即系我一世咪咁样咯。咁即系我举例就系选择咯，即系放下嗰样嘢，唔好睇佢啦。系啊，你唔中意嘅话。重新再创造第二条出路咯，即系咁有啲人可能会举啲较为极端嘅例子噶，有啲人系冇得拣吓，譬如老婆俾老公打，我听过 case 咁样，冇嘢系冇得拣嘅，每件事每件事咧，其实最少有三个选择，就唔系我讲嘅，系啦，第一你选择不变，即系忍受，咁选择忍受。都是一个选择来的。是的。第二选择改变。是的。一是就是
我唔作出任何选择，等佢自由发展，呢啲都系你嘅选择嚟噶，系、嗯、啊，即系冇嘢系冇得选择咯，系啊，即系我生于一个咁嘅家庭，我都觉得我冇得选择噶，吓、啊，咁有时冇得选择系我哋认为咁，即系喺咁有限嘅范围，我哋叫冇得拣嘛。其实严格嚟讲，咁细嘅范围你都系有得拣噶嘛，因为我当时就系拣离开我嘅屋企嘅，吓、嗯，宁愿住政府宿舍，其实一定有路行噶、嗯，只不过大部分人系宁愿不变，继、嗯、续挨、啊，多事不如少一事啦，多事不如少一事，你都唔去选择睇下面前有冇另一条出路，即系好多人做份工唔开心或者怨偶，宁愿怨一世都唔离婚嘅、嗯。我唔系鼓励人哋离婚啊，等下俾人打，而系我哋冇愿意牺牲啊，即系冇愿意作出一个新嘅选择，面对唔知嘅将来。唔够勇敢啊！系啊，咁、嗯、所以我哋第三集我一路伸言啊，点解第三集讲 Who am I 咧？我成日都话，到底你想做一个点嘅你自己？嗯，你咪去选择咯，去拣咯。系啊，咁继续做一个咁嘅你，你系咪甘愿咯？嗯嗯，即系呢啲都系你有自由嘅咯，系啊，同埋唔满意嗰啲嘢，唔代表要屈住喺心咯。即系我头先话唔好批评啊嘛，唔、好批评系讲紧唔好批评你唔中意嗰样嘢，佢点衰点唔好嘛。吓、嗯，你讲完之后有乜新方法去解决？大声讲吓，一个人唔够力，叫身边嘅人帮你吓、或者你佢里面会甚至讲噶，你个人嘅临在嗰个力量够啊，即系你个信念够大啊，你自然会吸引到咁嘅人同你坐埋一齐。其实我哋三个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即系我哋三个坐低做呢个节目，唔系一早安排噶，系完全唔系啊，完全唔系噶，就系讲紧系连我都唔系，我想讲，唔好以为我同卡文咁 friend 咧，佢一开头第一个唔系揾我噶，记唔记得啊？我记得，系咯，梗系记得啦，系啊，因为原先谂住嗰个作风啊、做法啊，都唔系咁样嘅，系、啊，所以遇到唔中意嘅事咧，首先就系放下批评，系啦。尽量试下平复情绪，开头系难嘅，由小事做起啦。我都系咁讲，你冇第一步行唔到，即系 B B 唔学行，你点会去跑啫？起码你要知先，系啊，你知原来咁系唔啱嘅，系啊，咁系尝试改变咯，尝试改变，系啊。首先系跟住感恩啦，呢难噶，遇到唔中意嘅事感恩啦，系啊。但系其实里面系有道理嘅。甚至我哋有啲方法係可以叫你稱㗎，即係將你兩個選擇，有啲人咪覺得手掌有肉手背肉嘅、有啲方法係叫你稱嘅，稱到呢你係知道無論邊個選擇都係對你有好處嘅。即使係你眼中唔好嘅事情呢，其實你都可以從中體驗到一啲嘢係對你有啟發㗎囉。係啊，即係可以咁樣做得到㗎。咁係囉，然後就選擇新嘅講法啦，即係我想點啦。係呢啲我哋以前都講過㗎啦，就幾乎我吸引力法則可行嘅我都幾乎講曬㗎啦。係啦，好清楚自己要乜嘢啦。另外你想要嗰樣嘢點解啲人話我想但唔得呢，譬如我哋头先讲你要信啦，所谓嘅信系要做到身心态平衡啦。对。譬如我依家只系喺街边摆小贩档买菜嘅啫。我好难话一夜间我瞓醒我相信我系去百佳超级市场㗎嘛。即系咁如果你身心态好唔平衡，自己都唔信嘅嘢呢，你就唔好做啦，即系唔好许啦呢啲愿吓，你按部就班。因为信啊，够信系好紧要㗎。魏康上次咪绝即系绝症嚟嘅，我咪讲过喺 YouTube 睇到系系咯，佢都系佢祈祷嘅。后屘啲人咪问佢，我以前举过呢个例啦。点解你得我唔得嘅？咁啊，艾康话你问神啊嘛，你问我咁样。咁艾康就讲有一个要诀就系信咯，佢一味系信嘅。你信嗰阵时，譬如你真系佢全心信，讲完会好。即系你唔会即系睇西医就拍几支针食啲药咁。佢又冇咁详细讲。O K， 咁好多人睇西医系死噶。系癌症嘅死亡率高过八成嘅、哦，系啊，咁所以另外阿 Stan 头先讲要有热情啦，但系有热情之余，我哋系都要随遇而安咯，即系唔好强求啊。咩叫强求？喺感情上系最常见嘅，或者同人竞争要争出位嗰阵系最常见。点解话几急进咧？里面系有原因嘅，因为你越急进就越代表你越渴望。越渴望即系反映你心底越冇咁 sorry 啦，
咁就算你得到咧，嗰样嘢都系相当之唔稳阵嘅。咁另外最后要讲思想之间到底有冇抵触啦。我头先咪话讲完思言行要一致嘅。咁如果我假设你个口又成日话好想升职。咁嗰个系你嘅思想、啊、或者系你把口啦。咁、你脑里面就諗唉我都系唔掂㗎啦。咁即系你嘅思想同把口又有抵触啦。系啦、好啦，一方面又话我成日好埋命帮公司做嘢嘅，老细一定好想识我嘅，转头听日个行为，听日后日大后日都迟到啦，即系赖床啦，唔起身啦，吓呢啲咪思言行唔一致，我哋见到好多呢啲人嘅，吓我唔想要钱咩？点、知一见份新工咧，第一句就问人。我有几多日大假？使唔使 O T 嘅先？你份工有冇双啊？我夜晚要同人唱 K 嗰啲咁啊嘛？O T 太劲咧，佢唔做，系太辛苦，我嚟我屋企。太辛苦，系啦，即系咁，即系你咁嘅言行系想点咧？成功人士系有个冇噶，即系嗰啲人系会好。好即系好专注啦，同埋好有嗰种热情干劲咯，干劲去想做到嘅嘢咯。或者我哋俗啲讲叫有把火，有道火啊，有团一定要做到为止。系啊，系啊。好，咁基本上咧，所以我就系话吸引力法则系唔使学嘅，甚至佢系永无止境咁运作嘅。嗯，参在你系有意识咁去运用，定系俾佢无意识咁发生？系啦，我就系、是。那个方法就讲到呢度啦。咁咧，我为咗做今集呢个节目啦，讲吸引力法则咁，因为我自己可以公开嘅资料实在有限啊，牵涉太多人。咁咧，我就好好彩咧，就其实我识咗一个人叫阿 May 啦，系我朋友嘅姐姐嚟嘅。咁但系我识咗咁多年都唔知佢用吸引力法则嘅，大家都懵然不知。直至咧，我哋几个月。前就筹备呢个节目啦吓，先知道讲下讲下，原来佢又接触好多呢啲网上电台嘅。咁咧讲下讲下，早排先同我提起啦。咁详细资料系我今日先攞噶。系，我攞咗都几震撼。佢话咧，佢又系睇Secret 啦。咁佢今日回望就同我讲系一本比较入门嘅书籍啦。咁咁佢个故事系点嘅咧？佢俾咗三个故事我嘅。第一个故事咧。就短啲，所以我讲先。佢就系有近视嘅，二百几度近视，一百多度散光。咁、佢就睇完《Secret》嗰本书咧，即系秘密啊。佢后面有一个个案就系关于减嗰个近视度数嘅咁。咁佢照版主换，佢睇完梗系好顺啦。最呢、這个个案最值得分享嘅就系佢够顺啊，吓咁佢真系除低副眼镜。同自己身体讲，我唔使再要呢副眼镜噶啦，吓、跟住仲要谂埋，佢最中意系十六岁嗰阵嘅自己，依家梗系几十岁咧，咩佢女女都读大学，系，咁跟住佢话俾我听，隔咗三日，佢真系好信，如果唔系佢唔会抛弃副眼镜啊，我自己都系有近视嘅，抛弃副眼镜，我咩边度都唔使去啊，系啊，佢有二百几度，即系冇咗眼镜，佢都蒙蒙地，蒙噶，其实出入唔方便，系啊，唔方便，但系都照信自己有，跟住三日后就点咧？从此唔使戴眼镜，真系完全系觉得好清晒，系啊，扭转呢个物理系咪叫做？定系生理嘅，系啦，嗱呢一样都其实好难解释啊，真系，系啊，三日，系啊。Lisa 都唔使做噶啦嘛。哦，不过嗱，因为呢个系用吸引力法则啊，纯粹吓。但我喺另一个节目讲过咧，有啲辅助物品都系可以好短期减几百度近视嘅。系。咁所以呢、這个有窿嘅眼镜啊，系有窿嘅眼镜。我哋唔好喺买其他节目嘅广告。系。我哋翻翻嚟，咁咧佢第二个 case 令我点震撼法咧，就系咧话说咧，我头先讲过佢女女读大学噶啦。咁佢女女就系喺高中嘅时候就送出国嘅。咁佢就唔系一个好富裕嘅家庭嚟嘅，自己都系打份工嘅啫，仲要送个女女系出去读一间贵族嘅高中咁啊，即系要使好多钱啦。其实我系想讲，咁、佢送佢出去嗰阵咧，系冇乜钱噶。咁一般人冇翻一百几廿个，其实都唔够噶。但系你都唔会有咁嘅胆识送个女出去噶嘛。佢系直情二话不说个女中意，咁见到个女细细个已经睇定留学资料咧，算啦，把心一横，个女真系咁想出去就送佢出去啦。咁佢讲俾我听咧，送个女出去之前几日咧，
其实他讲俾我听是两一两日定两三日，很短的、嗯、其实都未有足够的长期的食宿费啊、嗯、机票啊，即是不要说有钱家庭预咗你一年回嚟三次我哋都负担到。咁、嗯嗯、他都一股狠劲送他出去啦，他当时的心态就是做阿妈的都想个女好的啦。咁、嗯、他就送他出去。点知呢，他说是上机前一日啊，就因为一个好特别的情况啦，他冇交代。就收到一笔钱，嗯，嗰笔钱咧就系、是、救佢女女搭飞机，嗯，短期嘅食宿费。咁好啦，我听到呢度都有少少惊讶嘅，我以前就系听到呢度为止嘅啫，系、哦。咁到今日真系要做节目啦，嗯，就攞啲详细啲嘅资料翻嚟睇啦，嗯。咁啊，佢就话啦，原来咧佢当时睇完 Secret 之后咧 ，Secret 系有个网址嘅。大家是可以上去 download 一些支票啊，嗯，那张支票是做什么的呢？就不是 Secret 给钱你啦，当然、嗯、就是希望大家做到真的一样，是因为要信呢是要有一些外在环境的嘛、嗯、刚才我讲过啦，想到真的一样这样。那我这个朋友仔是怎样呢？他 download 了那些支票之后呢、嗯、就 download 的数量不少的、哦，佢就走去贴喺屋企嘅墙壁啊、厕所门啊、床头啊，仲袋张喺银包咁样啦、啊，系当晒真噶啦，已经系啦。翻到公司咧、嗯，又贴喺某啲房间啊、台头啊、嗯、公司幅墙啊咁样。咁仲要抵死在佢今日先同我讲咧，佢就系做会计嘅不嬲。咁、嗯、你知 Secret 嗰张 check 印出嚟系用 A4 纸噶嘛？吓，佢话系差啲想攞落去嗰部支票机度印噶，印啲大写银码落去噶。佢话点知对个唔啱位啊，唔系好窿支票位啊。咁于是乎佢只好写啦。佢写嗰阵咧就写300万、哦。嗯，点解要300万咧？咁我问佢啦。咁跟住佢就话啦，佢计个数，原来送女女出去几年咧，佢系想要200几万嘅。系。咁一般我自己以前都寫過呢啲支票袋喺銀包，但我就冇佢咁有決心。我就係嗰股熱情，原來我輸咗，今日先睇到。嗯、我寫嘅人會縮沙噶、嗯，即係我做個譬如，我想要500蚊，我諗下死啦，要500蚊係咪太貪心呢？诶，都冇啦，写400算啦。咁、嗯、你知道我一开始个股气已经蚀咗，即系你唔够信咯。但系我阿 May 系可以做到咧，200几万唔得、啊，每年仲有通胀噶嘛。佢系计到咧，通胀人哋都会俾埋佢嘅，300万啦、啊，最终系写大翻少少嘅，写300万。咁好咯，佢写嗰阵唔系写俾自己，写俾自己嘅，佢、啊、一人分析两个角色嘅，佢话俾我听写嗰阵咧，系当系自己系宇宙银行啊，即系因为 Secret 嗰张支票上面系会写咗咧，唔知 Universal 咁上下嗰啲字眼喺度噶。啊，咁佢就扮自己系宇宙嘅职员啊，佢、嗯、神啦，系啦，佢、嗯、就直成写啦，支票嗰个收款人系阿 A B C 小姐，系即系咩咯，系啦，银码就咁多300万，嗯，唔好，我依家发呢张支票出去俾佢、嗯，即系佢分析两个角色嘅，咁跟住佢自己又袋翻张支票银包啦。右手签完名就嗰边走，我手接翻。佢就翻落银包之后，佢同我讲咧，我有问嘢，久唔久佢就会喺银包，譬如掹啲支票出嚟睇啊，去洗手间就睇到洗手间黐嗰张啊，翻工有间房仔系自己又会睇实啊，会笑嘅，有 feeling 嘅，系开心嘅，吓觉得。佢收嘅，仲要唔系话求下你俾我啦，佢唔系咁噶。佢当时已经系做到系、嗯，嗯，我知道我实有啊，必然系我。咁好啦，我想讲完呢啲之后咧，咁我话咁好啦，最终你发生啲咩效果啊？咁，佢、嗯、个答案系话咧，初头就譬如一个人 O T 嘅时候咧，喺公司礼拜六日冇人，咁佢 O T 会无端端有啲人揿钟叮当咁嘅话，就系、是、可能系其他公司啊隔篱邻舍，我冇问得好详细啦吓，咁咧就会俾啲额外嘅工作去做，咁、嗯、做完之后可能额外有2-3千蚊啊，少少啊几千蚊啊咁啦，咁、嗯、佢就冇留意嘅，因为银码洗嘛，咁叫做有啲额外嘅收入啦吓，咁之后就会譬如偶然啲。家庭聚会啊，去澳门佢不嬲就冇赌钱嘅习惯嘅，系唔知点解赌亲都赢嘅、哦，系好啦，又有一次去
美国啊拉老虎机啊，嗯，吓一拉，佢话俾我听就全场着灯，嗯，吓就中咗万几蚊美金，嗯，咁我想讲嘅就唔系鼓吹赌博，嗯，而系咧佢嘅好运啊。是接踵而来嘛，嗯，你咪变咗一个人对自己越嚟越有信心，啊，有信心咯，嗯，觉得个天眷顾你啊，嗯，自己条路好顺啊，乜都睇得好啊嘛。咁佢话到后来咧，系直情有一单嘢仲奇怪嘅，就系，是，有个法国人打电话俾佢，嗯，就话咧，我系阿乜水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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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nd，嗯，即系间上间上间间上间嗰啲。咁咧佢就介绍我揾你帮我做啲嘢。咁跟住阿妹就话。你是边个啊？即是边个啊？咁我讲到牛头唔搭马嘴啦，咁，嗯，算啦。咁，那个法国人总之就话你帮我处理咗呢啲生意上嘅文件，我谂系啲法国人人生路不熟咁啦。咁，嗯，阿 May 就话 OK， 咁做个假设，譬如你单嘢系200万嘅，咁我抽翻10%，即系好似嗰啲中间人费用啦，我帮你处理咗吓呢堆嘢啦，咁。咁佢最后真係收咗嗰20万喎。咁佢呢啲咁嘅奇怪事係越嚟越多，嗯，越嚟越奇怪喎。咁，嗯，直接做完呢单嘢收埋钱都好啦，嗯。根本就唔知佢所谓嘅间上间上间上间嗰个朋友系乜水嚟。系，嗯，白撞嘅。咁呢啲遭遇如是者发生啦。咁，嗯，你知开始可能滚到头抽。系，即係就係滚到啲钱啦。咁，佢开始去抽辛苦。系，佢，又唔用心抽嘅，人抽佢又抽，吓，嗯，又唔会好似佢话俾我听，啲人踎住喺部机几时觉得价位好即沽咁嗰啲嘅，吓，总之随遇而安就系咁样做啊。咁佢最后咧就话俾我听，如果年几时间咧就集合咗佢个300万啦，嗯，一年啊，几耐话？一年几？年几 ？OK， 我冇问清楚一年定几多个月，哦，即系真系你当睇翻啦，有嘅，系啊，睇翻户口，佢直情系话俾我听。冇成日夹住嘅，因为可能有啲系外币，有啲系 cash， 有啲系股票等等啦，嗯。但系年几后，终于坐低计下条数咧，系过咗300万，有多冇少？系，嗯，因为通胀多咪俾多少少。佢估唔到呢几年，呢个系好特别喎。佢本来系话咩都冇噶嘛，好拮据噶嘛，送个女去张机票嗰少少都攞唔出。即系啊，即系好多人系公民先至有咁样，好，嗯，多人系储够咗嗰嚿钱先够胆送。系啊，佢调转系冇钱都去送嘅。系啊，甚至有啲谂起又搞一点。我直情见佢有啲系谂谂下，越谂越肉痛啊！不如即系有钱喺袋都 cut 咗佢。嗯，系啊，呢啲系一种代表自己冇嘅象征咯。通常都系啊，系啊，嗯，即系唉唔掂啊！我以前本来。我举例啊，五皮一个月嘅吓，我先咁嘅使费嘅啫，依家都未曾失业，已经 cut 定先啦，咁啊，系啊，咁所以系几经典嘅。佢都好有信心啊，即系佢自己冇，其实佢钱都照送嘅啦。check 嗰个，我系我做过嘅，我都摆银包，有时见到都嗯，即系好啦，自己。不过我写得大嘅，我贪心，嗯，我写1000几百万咁啦，嗰啲咧。其实咧，我今日哎呀，本来我仲有好多个。古仔分享噶写齐咗，但系我哋时间已经原来好问水啊。咁，嗯，我只可以讲咧，其实我从今日咧同阿 May 倾偈咧，我系观照到自己有对钱银原来清理极都清唔完噶，细个嗰啲嗰啲连结真系。原来咧，我发觉到咧，点解譬如阿 Sam 晒我呢啲朋友啊，都可以有一嚿好大嘅积蓄嘅，我冇嘅。其实我认为我对钱冇乜负面情绪噶啦，已经，嗯，即系我又唔会话。灵性嘅人唔可以搵钱，又唔会觉得有钱人特别邪恶啊？点解都冇乜钱剩咁样嘅咧？啊，我今日终于知道，原来咧我观察到我自己咧，系觉得咧我有事要用钱，天就俾我噶啦，嗯，即系好似头先我翻学嗰个例子啊。但系原来阿 May 系会觉得攞定一嚿翻嚟先啦，通胀都打埋落去，即系我系会觉得。我要就有啦，唔需要，我净觉得我唔需要有一嚿积蓄噶，系，嗯，我今日揾到我思想上嘅漏洞，我决定要修改，嗯，啊，要积蓄啊，由今晚开始大嚿少少添，仲要冇错，开人哋身上咧睇到自己冇嘅，原因唔系话你就好啦，你咁好，我系咁黑噶啦，所以我冇咯，其实唔系嘅，系因为人同人嘅思想间其实好多嘅差异，系我哋唔发觉个细节啊，嗯。是啊，所以我唔会再怨咯，即系唔会话你好啦，你有咁多，嗯，我冇㗎啦咁。咁，嗯，你会越嚟越冇。
感恩你啊。系啊，嗯，我听完阿 May 呢个 story， 我都要觉得，我都要有个有要开翻张标系嘛。系啊，阿 May 里面系包含晒热情啊、视觉啊。是啊，目标啊，感受啊，成个感受喺晒度。佢直情饰演宇宙银行个角色，吓，嗯，好嘢！我真系冇谂过呢，啊，這个。啊，如果大家对呢张支票有兴趣咧，系可以上网址度下载嘅。但我唔记得咗 The Secret Dog 乜嘢添 ，Dog TV 你摆上去，摆上去咩？系啊，我或者我摆上 Facebook 或者摆上去我哋嗰度，系啊，今集重温嗰度啦，系，啊，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啊。咁又要阿 Sam 帮我哋讲一讲我哋个 Facebook 啦。哦，我哋 Facebook 系 facebook.com/showtalk2012。SOULTALK 2012，或者打心灵对话，心是心有个心，灵是灵魂个灵，都会找到我们的。是啦，咁我哋渔网台亦都有讨论区啦，另外我哋有 email 啦，个 email 系showtalk2012 啦 ，@yahoo.com.hk 嘅 showtalk 就系 SOULTALK2012@yahoo.com.hk 嘅，咁系啦，剩余嗰啲故事第日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嗯嗯，我今日已经尽量将吸引力法则讲到有几仔细得几仔细，好详尽啊！希望大家都会话俾佢听，系咪真系 work 啦？系啦，大家翻去试下写出。我印象里面一定要啦，系我印象里面应该冇同类型嘅节目讲到咁详细，希望大家可以因为够详细而做到，嗯。是啊，做到啊，记得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嗯，系咯，啊，如果可以上嚟讲啊，仲好。嗯，多啲人即系感受一下。系啊，唔系唔好好似我哋三个会唔会有少少做马定点样做妹咁样？好啦，咁今集讲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各位，拜拜，拜拜。